2013年呀，因为当中台湾学生所做的事情，陈仲平也蛮轻松嘛，有些人都一哭的断片嘞，像他家除了断片嘞，断片以外，我看见他台湾特色在去年一年当中的工作的成果，来现在请来当播放短片。请大家欣赏一下台湾客舍在去年一年当中的工作的剪辑。
代啊，你们年轻的朋友啊，所谓自己的东西啊。我们好冷啊！你们忙起来，我忘记那网不错，那怎么办？